这个以前呢，咱还有一个专门装的一个小墩子，对，一个小墩子，对对，里边还有棉，还有棉花，一个棉花，对，因为当时啊，都已经都烂了，烂了，有嘴了，烂了嘴。你山东人啊？哎，我山东人。这开门老这个，嗯，这个石大斌，石大斌部队。哦，石大斌是明朝的，就是晚清的，晚清的比较多，这种仿，这都仿石大斌。这个沙呢不是特别好，要是好沙应该就是那种这发黑那种沙，这种东西一般都是什么，都是北方人使的。你刚才说那个里边有棉的东西啊，对，都是为了保温，保温，它出去滴溜着，对，出去滴溜着喝水上保温，这个北方比较冷啊，这大开门东西，家里自己用的，就是家里自己用的。这个大概是什么名字？晚清，这是您这原汁原味的啊，大开门东西，而且保存性状非常好。要再有那什么就更好了。就上学的时候醉了，就上学的时候我醉了，上高中的时候我把它醉了。完了，您这头发怎么白了？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您说上学的时候拽了哈？哎，他以为他里边他都来了。对，来了以后吧，他非得他上面有些茶水以后他从那地方一招一招就烂，一招水就烂。哎，里边又是棉花，对，都是棉花。有时候北方就是干活的时候滴了的，怕凉。所以都弄个那个保温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价值不特别高。这个因为不是什么大师做的，就是成批量产。这个也是手工的吗？手工的，都是手工的。大开门东西，这挺好。